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，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，你别笑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头发咋弄的呀？少的。咋少的呀？
你打我就爆炸了。老板，方便多少钱？一块。哎呦我的妈！给一块。This guy you bought, remix.哎呦我的妈！有请我们村的村花们闪亮登场。婷婷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能不能做我女朋友？啊都侧面了，你看不见吗？你啥也不是，站在上面吧。你不会拿着锤子上去贴吗？我说你想干什么呀？梯子不是这么用的。大哥，贴好了，快下来吧。好嘞，哥。杀！这些年的不容易。我怎能告诉你，有过多少叹息？
伙计们都倒上倒上，走起来。来，给我们俩接待一下。是。看他们这车真的红火是吧？你好。你好，干车。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你不是吃草莓吗？快吃吃吃。去。来，我给你介绍，我是专业的销售顾问，金牌。行，那你给我介绍一下这款车吧，我们准备买俩。没问题，那我给你俩介绍一下。这玩意儿，这啥的，咱们人能坐俩轮儿，啊，红色的皮儿，对成一台了。哎呀，那就给你老公先买吧，我老公以后再说。怎么了？你俩都结婚了？对呀、啊，你这车多少钱？40000。那还行，能买个轮儿，40000。你这人专业不专业？我不专业，我玩这玩意儿时候，你们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那就骑一圈比试一下。来呀，我输了车送你们。Oh!